是啊，吼，大家好。我看足侪人足疲劳，吼，啊，趴伫遐困。我是毋茫了解吼，无要紧。咱今仔日为着台湾民政府，为着咱的子子孙孙，咱忝嘛是爱经过，吼。若是有影遮工爱困，你尽量困。啊，我是安尼，甲家己讲的，毋通浪费太济时间。因为我以后困拢无要起来也无要紧，吼、哦，所以咱即马吼尽量免困，以后要无要紧尽量困，吼、哦。非常欢喜今日哈，济济人，咱你看咱的迄个参众医院嘛是足济人，恁看的感受安怎？即种敢是诈骗集团有成无？有啦，有成啦，啊，将优秀对不对？所以咱坚持咱家己的看法，咱家己思考。我本人叫萨凯，啊，有人讲萨先生啦、啊，我唔是萨先生啦、啊，啊，我是萨凯，吼、啊，后边是辛卡曼，辛卡曼是阮学道上的名，吼、啊，所以我是想介绍我家己，我家己问家己的是，感觉会蛮怪怪，唔知是要安那决定我家己本人是平原还是山原。三地同胞还是平地同胞啊？这好啊，不干呢哈，不傻傻啊。所以呢，我讲我无啦，我诶，卡家是卑南族，滇管家是泰雅族，所以我简称叫被淘汰族，安尼啦，安尼就无正义性啊嘛，对不对？啊，敢无正义性？你讲你是虾米族？我就讲我是被淘汰族。所以呢，啊，这流氓政府还让乌白河，阮这山田滇管山哈，唔甘啦。哦，白地山包，一个来生山地山包，个个山吼永远无得同阿去啊！这就是吼渐进式的毁灭，跟渐进式的啊平除，无迄个哈废除。所以咱今日来到这，我相信今日是什么班？咱啊，高级班，高级班毕业了以后呢，就做什么？点招。点招就完成之后呢，我们就是当你们今天给那些明仔载，好明仔载再去啊，必须就会给他可能对所有的人开始名称的称呼就不赶快了啊。我们是未来这个民政府的一级主管，这个一级主管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认识。我们做一个军委的，咱做一个官员，咱爱去做一个属客。咱时常咱会批判讲啊，这流氓政府应该是泰国政府。有人安尼批判过无？有无？但是有一天你做官的时呢，嘛赶快有人讲：吼、哦，你这早起讲阮袂使，恁即马做政府员呢，恁嘛是赶快。安尼，咱是毋是为今仔日开始爱学习？咱今仔毋是百姓呢？咱今日是做官，对不对？嗯、你看秘书长，伊会坚持到这，当初为一期到二十期，哪有巅峰啦？哪有伊阿做啦？无呢？恁面皮嘛是新的呢？阮无呢？冬天那边怎？皮皮错，风过簌簌叫呢？半暝你风来着啦？冬天你来遮看麦，听着风声，这是风口啊！簌簌叫，你要讲寒噶，三四个人计，安尼互相滴啊，啊客笑，哎寒噶皮皮穿呢，家己扎棉被呢，咱来去思考，今仔即种的场面，毋是有一个人滴啊坚持，咱敢有法度？毋是一个人滴啊了解整个国际问题、战争法、国际法，咱今仔敢有法度来到遮？以前咱嘛是努力打拼，努力打拼就是讲为了大家拢会同款，口号拢同款啦。我是本土台湾人，我是本土台湾人。早起咱是不是安尼？好，本土台湾人举手，我看麦。真还是假的？真的。你有法度通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吗？有无？帅哥，你有无？你有证明给我看好唔？你有无？啊！你遐出事个哦，安尼哦，佮食遮台湾的水对不对？所以我就是本土台湾人对不对？
但是你身份证是写什么？所以你凭什么？咱做一个口号，咱讲我是什么人，你就摕证据来看嘛，是不是？你连证据摕出来了，读起来是中华民国，简称为什么？中国。我都通改名证明讲你是一个本土台湾人啊，是不是？对，你就正讲是本土台湾人，对不对？要有证明嘛，是不是安尼？我讲台湾是我的，你摕证明给我看。流氓政府，你讲你是台湾人，台湾是你的，你证明给我看嘛？台湾是什么人的？本土台湾人的吗？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吗？不是嘛？对不对？你要有证据。哦、所以呢，台湾现在是什么人占领？民国。咱要有完全的时刻，咱不会做这代志会当去袂记，但现在咱要了解，台湾是美国占领的，但是台湾是什么人的？这两点你要记就好啊。哦，这就是咱的元素，这呢是咱基本要明白。站在法理上的一个有力的证据，咱若是了解这种的，咱就会讲了解讲，咱这条路是对的。早期咱努力打拼，咱为了咱的子子孙孙，底下出声出力，甚至出钱，对不对？大家讲好，好家财，然后青色的来啊，啊，那叫什么？民进党，对不对？伊讲咱就是本土台湾人。足大声，是不是安尼？大家拢嘛是安尼，忙叔叔啊，啊，未歹，好家在台湾有救啊！咱努力甲拍拼，到四五十档，结果呢还是原地踏步啊！是安怎？咱无助，咱艰苦，为什么拢无得当解决咱的问题？但好家在到即处，佫出一个林志深啊！啊，对不对？我甲伊讲。这不是偶然的，这个是在创造天地万物之神所拣选的，在创世之前已经被拣选的。我跟你说，这人啊，没经过过程，没经过环境啊，他不可能会觉悟，对不对？早期必须要外头赚钱，你敢知？你知道他外头赚钱吗？补习班，少年补习班，台北一几啊间安尼，吼、哦，几，伊是足好趁钱，趁钱趁到吼，去中国投资学校，五间学校，吼、哦，要去台迄落中国的时，大家拢是安怎去接机的时哦，红地毯迎接呢？你看，这是外敖，努力安去趁钱，但是他的命定啊。他是为台湾奉献者，他是所撞着被拣选的人，但到不一样，你知影？中国是虾米手段？台湾人去遐，结果足济台湾人呆呆拢伫遐无多通出来，啊，无民主通转来，叫台流，对不对？有听到这故事无？台流足济对不对？但结果咧台流骗台湾人。专门来骗欧利啊！我跟你讲，那边有足够投，迄个足够投，迄个投资环境最好呢，是不是安尼来？台流骗来骗咱台湾人，咱台湾人讲讲哄骗，哦，但是呢，伊拢会设计，设计咱必须要互关起来，必须对这种的环境，经过被关了以后呢，伊就惨，伊讲啊惨啊，这回咱拢无多，互关了，好家在。伊是相当有智慧的人，宏观你敢知？宏观的人，伊讲必须要捌宏观，敢知影？有知影来举手？知吼，伊有讲嘛吼？宏观了，观你那一段女子建议旁边，乖乖吼，诶，派保镖两三个保镖该撤会，啊，但是必须要吼，就会照顾人，啊，照顾人，到尾啊吼。无啊，过来派，唔知六个还是安怎？六个是伊就爱饮酒啦，因迄旁的人，
比如讲，哎，你要啉啊，我紧来，得去外口遐吼买一两罐，啊，大家拢惯习啊。到尾有一天，伊就叫我啊，吼、哦，这人可能安尼吼会当骗啊，想办法会当吼，啊会当造出来。好佳哉有一天，哦，比如讲，哎，两罐无够啦，无你就摕一打，无抢嘛无要紧。但是你要抢要去倒，要倒去客，是毋是足远个所在？啊，大卖场对不对？不是边啊，迄个啥干妈店的有啊，干妈店是一两罐尔嘛，一两罐无够啦，恁得提一打来，我提钱互你恁去。结果听话啊，拢去啊，去到尾啊，伊就计划要倒啊，啊，伊就走啊，对不对？伊走出去，伊走出去，伊嘛就跳，伊走出去马上就会回报嘛，回报了，伊但是讲坐迄个啥，火车会当到上海，马上就伫遐等啊，厦门伊嘛是等嘛，结果因此。在路中，伊就跳车，然后换车，坐客运车，坐客运车到咱厦门遮。哦，半暝嘛是坐一台迄、那个办什么？什么什么船？办哪座的？啊，不要那个，叠班车啊，叠班哎，啊，三班呐、啊，吼、啊，用莫打，对不对？啊，伊本来想讲吼、哦，我伊就要坐一个船，坐迄个船，结果看伊讲，哎呦！上班啊，伊用一坐落，拄好嘛是大肚苦，不然发肚，安坐落咧起安尼，好暗时啊，暗眠梦呢，砰砰砰砰砰砰就离开厦门，离开厦门到金门诶，要未到金门诶，就啥落地时嘛是海，伊讲到遮为止，比如讲，哎呦惨啊，到遮遮海呢，我都到遮为止，哦，伊就开始紧张啊，到遮为止，伊就惨啊，讲哇，要倒啊，倒到遮。吼、哦，都唔知道要安怎，结果一路好家在到遮，好家在到遮。但是你知影吼，金门边啊遐拢是安那地底，对不对？了后也阁有插什么，防什么？咱这边的人知影啊，海墘啊拢有一个什么，梯啊一种防登陆艇一种的吼。哦，你就搞的，你捌去了遐吼？一边遐了准的登起啊，准登起伊就跌啊。你十分钟无要紧，你半点钟呢？人会安怎？就开始吵嘛，就开始皮皮喘，皮皮喘，伊个脚骨酸、骨冷、骨冷、骨寒，伊就慢慢啊，刷胃的时讲，哎呦，土愈来愈软啊，好愈惊耶，而且愈惊呢，啊，愈惊的是紧张的是，人就开始惶恐。好个，伊就像脚脚酸的是，伊就慢慢开了，有擦着脚酸，擦着一个物件，讲哎呦，吼、哦，痛个，到尾又开了，慢啊，只出出嘞，咦，哦是铁啊，伊都但是擦嘞内底吼，拢尖尖啊，哦会痛啊，好个，在伊就提了啥手帕垫底了开了，哦，好舒服，伊、哦、讲好舒服，安尼好个，迄当阵就是开始，人滴惶恐一时。开始安怎呼救啊嘛？呼救什么人 ？My God！ 你知无？伊个知影天顶有一个神，人到尾人的尽头就是什么？神的啊！因为神爱寻求像他的人，伊就底下了，伊就向个呼救了。My God！ 了内底都有一个唔忙。开始安怎下愿，对不对？讲神啊，若是有一天我会当脱离这种的苦海，我绝对爱为台湾做代志。这个许愿，神听到了。无偌久，伊就看到只比较比较闪烁，迄个伊的手机啊，伊马上卡，和因弟弟啊，因哥哥吼，卡到电话了，马上联络国防部。海防署，我讲人伫遮，了海防署就来找两点钟，找到尾啊，就话是啊，讲恁人伫，你人伫倒，啊，定看看的是手机啊卡，我讲我遮所在我唔知，你都按民风呢？你看为遮靠厦门的是更是要话，头前拢按民风，会惊呢？海防个速速叫，嗰条金门228什么什么站啊？啊，炮战的是四外只人呢？你袂惊？哦，会惊呢，对不对？好、哦，迄当阵多阿弟哦，向主向天上的神安尼呼求了，就开始有听到声。你人伫倒？
阿中，我伫遮，了有一个高山族的落来，阿姨出来安尼啦。我来讲，今仔日，所以我看必须要整整个过程，甲摩西同款，吼、哦，摩西同款，摩西嘛经过过程，了吼，啊、哦，希腊王爱将所有的以色列人，囡仔吼两岁以下，拢爱安怎剁头，啊、哦，伊妈妈嘛同款。为了因囝，开始设计一个，如何做一个什么什么做呢？叫因囡仔坑遐漂流嘛。啊，我咧思考起来，伊甲伊同款，所以伊经过这种的过程了，伊有影有下缘，下缘倒转来了，伊就开始正讲研究，正讲研究，有一讲研究了解，发觉战争法，了搁了解究竟那和平条约，伊讲好加载。了解了，旧金山和平条约，整个台湾的主管开始凸显出来，伊就开始努力，开始控告美国。做一种一天过一天安尼过程，当初要来做这家，是无讲伊嘛唔知呢，以前无所在的时，伊拢去了呐饭店来做一处的开会，那是拢是饭店无一间吼，咱敢无法度招遐济人。有可能吗？无可能，因为你没有窝嘛，对不对？好家在阿布拉听到伊的法理论述，感觉袂歹，伊马上讲会派人，会叫林秘书哈、啊、林志深来这里，我才会当方言好用，安尼啦。但是秘书长听到讲，这敢是对？伊嘛是会惊呢，对不对？所以呢，就派人去看。派人去看，这是差不多以前是要准备要做老人院啦，哦，老人院呀，所以一来要看的是，结果店管啊，无讲我需要一定爱有一个教室，无叫安尼好，讲你等一个月，结果伊个老全部拢拍了，佮来看，结果会当做上课的所在，安尼来呢，所以到一几个人，有偌济人，无几个人，必须跳嘛，赶快徛伫遐。上课，一个伊讲我，那是讲一个学生，我嘛同款爱上课，一坚持到即马，拢无休困。只看今仔台湾整个的问题，无这种会坚持的人到遮，内底几百人伫遐，大家沙拢淡，伊坚持成啥物咯？我就甲因讲，今仔秘书长。什么人好打？你去帮伊个衫看卖，拢淡。阮淡甲袂堪呢，我阁脚麻手麻。我两当前就是我带咱个迄个啥参 A B 日本个参议员，咱带去边遐看。了后我伫游览车嘛是甲介绍日本人，了解伊到早期恁阿公来遮建设个物件。到雄雄 Q break 去，我着跪位楼顶游览车楼顶。摔下来了，我就变哭了呀！我这第二间弄到迄个啥，迄个楼梯第二间弄到遮，我头弄到遮，我就开始无啥会行路啊。到即马手麻，麻甲足艰苦。但是你爱了解，我有一个决心，我讲有一天我爬嘛爱爬落来。为什么？这条路是为着咱的子子孙孙，来一定要努力打拼。有一天我袂行路，但是为着我的子孙呢，咱做阿公阿嬷的，早期咱无用心无努力，但是有机会，咱若是无出力，这边只的桥甲这边只要接的时，就是开力尔。咱若是开力用力了，完全了解解决这问题的时，咱的子孙的就讲阿公好家才有力，当初你就出力。好，我从细汉开始，到读个博士，我得免开钱。我你好，阿美族阿那讲你敢知？高山族阿美族那么好安尼呢？伊讲我你好，你敢知？那么好安尼，叫我阿美族无？无吼？你讲伊讲那么好安尼啦，当然是好啊，对不对？所以我就时常滴高粱酒啊，咱高粱酒也请我买。哦，安尼四十几个啦。咱高雄厂，
我拄啊接是十五个人，咱嘛是爱努力打拼。我时常甲教阮高永洲讲啊，你的努力有一天，咱成功，阿公带孙仔牵哪个手，行行看看，看咱即马啊自由路嘿，虽然唔是好，但是迄个纸帮，迄个物件拢是爱心呢。咱拢是咱无钱呢，一仙钱也无呢。你呐，阮一个月开十几万呢，钱为倒来，有人管无？无人嘛。结果呢，都是爱心。我无这无迄个啥，无台啊，佫无这，结果木工的同心开始做。我抓帮车吼，太过个哦，大家开始就开拆开，拆开了又拆，拢是自工呢。十五个，你要讲天花板一叠叠拢乌麻麻，吼、哦、一叠一叠安尼，我个脚麻手麻，迄当阵我行了三步，我就足喘啊！我本来讲好啊，我都无爱做啊，啊无爱做，但是无法度。内底有声讲，这条路是会当改变、改革整个台湾的问题。我内底有滴讲，好，我一定坚持到底。我有影喘，有影疼，但是我内底讲袂打。咱有知，咱知影，咱政治的利益对不对？咱台湾人是不是政治的利益？我是想讲故事，我讲什么故事呢？外口伊透早起来，你有知无？靠透早起来，有运动的人举手，有看到一个情景无？有什么人去捡什么？老人安怎捡什么？哦，资源回收，老人呢？还有啊？外头骑奥多拜，你敢知？后边五六包，头前两包，边啊也过两包，脚开开，安尼哦，头前唔知车红灯，伊嘛安尼看，外头晒，你敢知？嘣嘣嘣嘣嘣，迄都是咱台湾人，本土台湾人阿妈呢，你敢知？手干那看袂无。手干那看袂无，手干那看袂无，手干那看袂无。嘿，台湾人呢？老外干么呢？有无老外有做无？有。伊一个月当了偌济钱？恁老爸为什么无？那你爸爸妈妈为什么没有？这是什么政府啊？我们是不是在政治的定义中套账给人成他那傻西店的爱起来对不对爱损去残忍也损连几几是不是卡入去正着的是什么人咱的阿公咱的阿妈为什么这在第一个台湾岛里面都有这种的无同款的不公平的待遇，高山族土地五当无得用，马上去查，结果是安怎？恁阿公阿嬷的土地呢？结果是中华民国的，这是什么政府啊？查拉政府。但是你有感受无？选去了，后、哦、来，哎、欸，五千块给你啦，啊、哦，帮忙一下，啊，笑眯眯。坑家烧烧，吼、哦，都安尼行路都无同款啦。哦，高山族嘛足济啊。来来，这个箱子给你哈、哦。来来，你去，还够足好呢。以前是安怎？哎、欸，那个阿良旁边那个树啊，有一个垃圾桶，那边，那是阿美族家迄个排湾族讲话，那边给他丢掉吼。伊就知影，遐有几啊千。啊，遐几啊万块，你爱处理？你电话中讲，你袂当讲迄是钱嘛？哎、欸，阿、啊、对，哎、啊、了，那边旁边树旁边那边有一个大大的石头桶，帮我丢掉吼。他都要听伊讲什么安尼啦？伊讲啊，知道，我会处理。结果是安怎？钱啊！好，本的一个人一千块，你就当了四年呢。好、哦，你会当陪讲，你为你无做代志，你凭什么大声甲伊讲？你凭什么大声甲民意代表讲？你无用心，
明代表不要插你，对不对？是安怎？歹势你扣我的钱呢？我动算是我用我的钱动算的呢？你凭什么叫我来为你们服务？是不是安尼？哪去数课啊？500块就会当占你的四当呢？是不是？咱爱去数课，咱今天来到这，咱是台湾民政府的一级主管，我们必须要认清一件事情。我们是台湾民政府的执政的团队，为今天开始，咱的态度一定要改，咱早期的坏习惯全部都要改，全部让爱用了日本精神、日本的思想，我们要有日本的精神。但是日本的区块，日本现在的国内也失去了日本的精神。何卡的建龙沙当，咱民政府入来啊，入来对了，马上的感受讲。奇怪，有一帮人，好足奇怪，来到靖国神社，啊，穿乌色的衫，走路足整洁，好，迄徛喺度烧石头路，拢个响响响响，早起拢唔捌听到。干那以前日本时代战争的时，等民政府进去，响响响响，啊，咱网络内底会当看到。好，到第三档了吼，即马开始有听到这种的声。有一帮人，还是咱敬爱的台湾人，非常有爱心的台湾人，拢穿黑色，比咱日本人较有精神。即马有这种声呢，你敢知？虽然当初的牺牲绝对是有效果的，绝对是有效果的。所以咱今仔日开始，咱要准备要自己的执政的团队，一定要从态度、心态上完全改变。你不改变。你看咱今仔日的参众议员，整洁个，拢淡淡的，老官呢？老官，咱坐伫遐，所有咱请，咱即马过落来就是咱的迄个罗委员。伊刚头一批来时，看到因遮整洁时，感动个呢。吼，恁即旁的人是虾米人啊？遐尼认真啊！大家拢安尼目睭大如伊安尼滴啊吼看。咱年会嘛差不多哦，差不多安尼，感动呢。啊，过来，那预算的迄个台大，然后迄个教授嘛同款。哦，我40年来，我唔捌看到遐尼认真的学生呢。伊即卖下代的人都哦歹教，我伫咧工大，大家都伫咧赖啦，你赖我赖，你赖我赖，安尼啦，赖来赖去，唔知赖到倒去啊。老师伫讲，敢那对啥物人空气讲的？我讲来，我来教，好我送你，敢知？大家目睭拢看我，安尼啦。我这胖的人是虾米人？我咧讲这胖的人，就是会当改革整个台湾人的人。安尼讲，哇，安尼台湾有希望。我也够有机会通啊来无？你看这四个人，这回呢，拢会够都回来。感谢讲咱这胖的人无同款。因为因是经过改变啊，对不对？所以因所有的活动、讲话安怎拢无啊？早期头一摆来学校吼，迄个咱都要教咱同款，食冰凉的、食冰凉、食薰的、食薰啊，食吼。恁差不多走的时，食拢是薰头，即嘛无啊？早期足济呢，因为爱改变啊，对不对？为咱开始爱改变啊。咱知影这个目标是绝对无问题，咱知影这事件绝对是成功的，咱知影法律是绝对的，咱解决整个台湾的问题，咱拢知影。所以我安那看起来，台湾人有知识的足济呢，但是并不代表有智慧呢，对不对？咱这哦，比人整个台湾人较有智慧，知影这条路是会当救台湾人。所以咱今天我要强调的是讲，我们即将成为台湾民政府的执政团队，我们应该有这个智慧，我们应该有这个心态来，而且要有亲和力。拄啊，我底下讲的是咱的同心讲，即摆军训哦，吼，都甲我讲哦，伊讲话介型也是有迄个做官的型，伊的口气，马上就。我是官呢，会做一个官，走路会安尼呢？本来是整洁安尼呢，即马走路吼，伊又个硬起来啊！
切好硬安尼啦，看人要安尼看足歹看咯，安尼看啦。阿公，我伊拄阿公，他说要听我的话呢。今嘛网络来电吼，我是属中央的呢，我的话你们要听清楚呢。大家拢安尼啦，咱台湾人悲哀呢，做一个官都嚣掰啊呢。所以讲会惊吓，你敢知？未来唔是你啊，别人也是赶快会笑啦。所以一定爱完全改变，爱有一个亲和力啊。咱做官是虾米？做官是公仆啊，你敢知？什么叫做公仆啊？公仆就是完全牺牲奉献为民服务啊。但台湾民政府的宗旨是什么？台湾民政府的宗旨是我们为百姓什么设想，对不对？为百姓设想，你就必须牺牲奉献啊。你听嘛，赶快爱来，你卡嘛就把白嘛白来到这，为什么？干那只出一机会呢？以后都无机会啊！你敢知？所以咱爱有这种的觉悟，咱爱有这种的想法，咱无这种看法，咱永远无成功。所以我们要有亲和力，我们要为百姓设想啊！为百姓设想，咱另外讲高雄州，我刚才讲高雄州就好啊。我刚才这帮鸟，你知不？第一个大工程，复振的问题。做完复振，同时做地下水库。我跟你讲，地下水库让你自来水永远不再是有烦恼。地下水库来意那边有没有哈？来意日本做的地下水库，到今嘛也够污呢，浇水呢，最浇清的呢。地下水库八个区块，来意咱那条平高高平，全部河川做个浇水，电管做南沙坝。这个南沙坝不是这刘邦建户做的南沙坝，南沙坝是本来南沙坝会当安怎呢？这但是风太低，过了伊马上会转，安尼翻，跟叶子型的翻叶，新的山搁起来，旧的山都是咱要经历的所在。我们在重整，当年都是经历遐就好啊。咱下面的水拢是永远保持水水的。咱足深的一个啊，河川，敢那迄个塞纳河同款，河川呐、啊。但是河川边啊，也阁有一个最高足深的最高，是安怎？万一河最大的时，满的时要安怎？伊就流伫迄个最高遐，迄最高是直通呢，啊，直通呢。安尼来，咱是咪足好？咱这处理了，咱的迄个啥？我们电车，咪是轻轨哈？电轻轨就是，咱基本上是讲民主路主线，咱起码要够足济航线横线嘛。那横线是安尼，刚刚五台那循环就好啊。五台底下安尼间隔性的循环，咱滴滴到遐，你落车你换车，你安尼来完全交通问题解决，奥多拜咱就减轻啦。奥多拜是废弃物，很足济制造很多危险。奥多拜要来处理，伊若是要改革，一定要先设想，让他们便民。让他行动各方面方便。你捌去日本的牙厂？日本人有奥多拜无？日本人弄安怎？最起码半点钟以上，拢感觉讲敢那三分钟尔呢。囡仔人无人牵啦，无人有手，阿妈伫遐摸囡仔迄落，伊嘛是赶快行路啦。他也有小包包啦，所以日本人拢行路。你看日本人大把刀是足少的呢，因为伊逐天伫行路啊，逐天行路啊。我前前顶个月，我去遐十天拢行路，行到尾啊，我脚麻，结果吼，这肌肉萎缩，即马拢起来啊。哦，那我会讲啊，咱需要运动，咱爱需要运动。好，咱精力安尼来掉，我多拜，别别安尼开赌，因为咱做完全背背都 OK 啊嘛，就简单，你无要绑好，我摩托车税金拿高，摩托车加油提高。安尼摩托车慢慢怎么样淘汰？但是我们不能全面呐，啊，电动的摩托车我们可以有限量的，好有限量，这种行动不便，而且安怎作为一个优先？咱整个环境，你去日本看下足清气，都足清气的。咱即摆看的是泰国本来是一个好的所在，拢是乌多拜乌白牌，行路也无顺，安怎拢袂使，对不对？这是习惯性的问题，我们怎么去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
性格改变了，咱这政府执政的绝对是有人让人学到的。哇，你这胖的人有影是搞，不是安尼尔。屏东有很多到了垦丁，我们这个什么蓝什么蓝色蓝色公路啊，汽艇啊，然后呢，西子湾，跟咱的迄个啥旗津跨海那个桥墩，我嘛是顶回早起说蓝泉的时，我就提出了一个轮廓，跟咱爱河总治，我嘛提出了这个气泡滤雪，气泡滤雪和参考，感觉讲袂歹。结果是，咱决定了，伊私下都下包过啊，下包给人去迄个公务处的吴处长，我到今嘛几啊十档，我阁会记吴处长，啊、哦，安尼啦，到这爱河整治，要有社区的废水呢，就简单呢，咱有废墟将集中四段处理，沉淀，再来气泡滤雪沉淀，臭氧滤雪处理，料会当去排给安怎，咱气。以后，咱的所有的变数，恁每当一旦回流到我们一个气槽里来，对，气槽咱控制的是咩？啥物化学的物件？一旦安怎呢？迄气槽一吸一吃了，咱人放的物件哈，一个吃了马上放弃，里面那个哈，它专门吃，然后放弃，专门吃放弃，它就成为一个气，可以作为一个能源回收，知道不？第二哦，间断性要不断的，我们要做一个水库。这种水库我们不要做一个蓝沙的那个水库，因为我们的土质，尤其南部的土质，跟那牛西邦同款，无黏多啦，松松啊，还不适合。我们要去思考，你来这个要过来，我们农业建设，我们农业八大建设，好、哦，芒果就是芒果，好、哦，翁来就是翁来。免讲你十家地啊，种翁来啦；你两分地啊，种翁来啦；一分地啊，种翁来啦。大家要想要做头家啦，结果他到尾啊呢？哦，即马是手持的是一马上，好、啊、啦，这个杀价。哎、欸，我无见我是出偌济，我出偌济，结果呢？市场机制拢乱啦。咱无，咱精力，咱我们不求量，我们去求质。你看。迄个日本的一个芒果是千块呢，你知无？是安那品质够较足好诶。咱以后拢经历八大产业也是，以后这八大产业爱做较好诶时，咱再来接轨观光嘛。观光接轨了，我甲你讲啊，咱免伤过忝啦。咱遐等吼，哦，老人年金呐、啊，800到1200啦，两世卡，对不对？要过来，那是讲无聊。咱你看社区遐做指挥嘛，停车游览车太济啊，停车，哎，来，车停，来嘟。日本人起码就是安尼。你看我今回去日本，来结合起来，哦，文化观光农业结合，提升百姓的生活环境舒适。也然后了哦，咱爱做上尾处理什么山顶，咱山拢是安怎，拢崩山对不对？外口乌白种种槟榔啊。种姜啦，槟榔个姜啦，你看，介像我个头家啦，正是姜啦，正是迄个啦，结果落雨是土石流啦，啊无水啊！你看日本的好偌尼水的山，拢无亲像我安尼头，即台湾的山顶就是甲我个头共款，我看到迄个吼，即边遮拢无啊嘛，即都是种姜啊，是不是安尼？足悲哀呢！你看，保护森林是，日本人讲保护森林是来留给子子孙孙呢，是不是？所以大家看的是吼，我们慢慢去看到。当然啦，咱讲的台湾是太是政治导向，我们不要再去追究这些哈。我们先看一下，我参加这次的哈多巴士，好，哈多巴士日本的哈多巴士是65年，好，65年，这是政府来配合的，那政府当地的。日本的哈多巴士很便宜，较俗的，一日游2200，有俗吗？有价哦，吃好的哦，二日游住好的哦，你来有俗吗？了会带你去迄个啥？去食水果啊！因的小姐为头个尾哈，介绍山林。山里啊，安尼讲的故事，伊感觉足荣耀的，因为伊安尼讲的山头，你看山头看起来，一道类似一道彩虹，
伊讲话也阁有一个 key 的吼，好让我们听起来很舒服。然后看到山的时，也阁青，也阁黄的，也阁红的，哦，足水啊，像一个图画，是不是安尼？所以他们是过，他们完全是用心嘛，所以他们很认真。这是车长小姐，吼、哦，伊这边叫二日游的车长小姐，我为头到尾拢注意看，六点钟哦，拢无坐，拢唔捌坐，拢徛。拢讲，伊讲话拢是经过训练。哦，讲到倒落，讲到部迄落咱部落内底，讲到山顶，讲到足认。啊，咱即马，吼、哦，你看你坐游览车有小姐也是，就伫遐泰国噶安尼，都唔知伫创啥卡拉 OK 尔。恁哪部东西安尼卡拉 OK 尔？啊，拢无介绍。对不对？那么我被盖小，所以咱间隔爱改变啊、哦，学习他们的样式啊，料一块农业的结合。我们到农业要乱传温去去打洗这下面，这个是那个叫什么？草莓，草莓区你刚才一结合料哈，温几米料加哈有玻璃的碗，咱加草莓区也是会当从遐不能丢的乱丢了啊、哦，大家拢加。开始吼，这拢是日本人，阮三个是台湾人。我奶奶是讲，阮就是讲，我拢爱参加当地的。阮台湾人，阮就去遐。阮拄仔是足优秀，爱食慢慢食。叫看因边个人，吼、哦，我靠，食呢！我讲袂当啦，咱那是安那，咱歹，我就尽量食，食食吼，食到尾啊，阮太太食八十几粒，你知无？哦，我因大姊食一百十粒，哎呦，划得来呢！你敢那一盒就好，一千块呢？足贵的呢，好像安尼甭吃吼，哦，我嘛尽量吃，啊个哦，我舒服，你看啦。但是这两千几块包含这样，有俗无？带你去迄阵看啊看，足俗足俗，你看阮太太，哦，食个呢，目睭拢无去啊，啊，这你看，看到安尼足水足，拢是有机的呢，啊，拢是有机的呢，而且这不是干那这俩，一个樱桃呢。樱桃吼，我第二天哦，参加迄、那、落、個、那啊两日游时，我都袂记无个拍摄啊，你敢知？吼、哦，这樱桃吼五六粒起来吼，我安那吃啊，你敢知？安尼吼五六粒对不对？嗯，吼、哦，我这呢，我算算啊，伊个籽吼230粒，吼、哦，我好吃啊，你敢知？头要逐天来无可能对不对？尽量吃啊。一张四个人啊，一张安排四个人啊，你尽量吃啊，你有材料你尽量吃啊，你看安尼偌好呢？咱今所有的农业啊，工业这边吃呢，咱的迄落也够有伊个成品啊、哦，有要来有纪念品还是迄落吼，拢会当来到吃。吼、哦，这边吃足侪老人就是咱拄仔讲的啊，指挥交通啊，啊、哦、来社区的指挥交通啊。哦，安尼，因遐个所在吼，足清气，拢袂太高。便所，你看些景遮，你去便所足清气个，哦，足清气个。所以这边遮到来不了，阮就去这，你看咱整个日本个山吼，山下顶管拢是白白，对不对？白白是啥物呢？落雪，吼、哦。阮去是八月份，哎，就是5月份呐、啊，5月份还是落雪呢？哦，这边是最高山的吼。哦第一个是富士山，是3776；第二个是北岳山，哈，北岳山是3193；第三个是赤岳山，就是海拔2890。我这三个我拢有去，我十天内底拢有去，你知无？拢总安尼哈，带遐尼带到六星级、五星级，食个足好，拢总偌济钱？有人会当猜无？十天，只只飞机。安尼平常时日本十天，啊？啊？53000，但是你真正你要找6万的吹无啦，我甲你讲，5月份呢，你知无？你住个足好个呢，哦，所以呢，你看看吼、哦，我们到了这个黑布利山，大家拢有去嘛吼，有人有去嘛？黑布利山，你看他们的公车。我们搭车搭到这个巴士搭到这边家，料落来料，我们就坐隧道的电车，安尼起哩。
隧道而且电车去哩，隧道电车去哩了，过来黑布利山的水坝啊，徒步行路过来，接大家啊，搭接迄个啥高空缆，高空缆进前是手道缆，缆车手道缆车去哩高空缆，高空缆过来就是80过落来，去到桂芬到家，接桂桃，山岭这是水坝嘛吼，水坝，你看，这东西是五月份呢，吼、哦，日本车。啊、哦，你捌看到嘛？吼，即外口水枪，即阮是比较落车了，阮开始坐车，坐车了去巴士入边，位置入边，入边都拢是崩坑啊，拢是崩坑啊。但是因的崩坑偌水，你敢知？因的崩坑吼，唔是讲油漆安尼水水啊，伊它的结构哦，有影是足好呢，伊的结构非常好。那阮坐车是安尼啦，伊内底足清气呢。内底无空气吼，无可能，咱油哈没有汽油味道啦，因为伊这是电车啦，啊，无汽油啦。因为山岭吼不准让人家登山啦，因为登山造成污染啦，登山会造成破坏，完全禁止登山。你要一次用大个，带个迄落啥，即种个遐。你看迄当初，迄天气偌尼好，啊，我嘞这姐姐车去哩，这电气巴士啊。电气巴士能坐到诶，这崩坑你看，哦，这崩坑吼虽然无有拆天的水，但是我感觉讲伊的结构性加迄落做到非常好，伊的道路就好啦，敢那道路拢无一个信啦，没有坑坑洞洞啦。咱山顶两千几啊，三千几拢同款，吼、哦、道路白面拢做到足水足好诶。这是安怎？因日本人就是坚持，吼、哦、任何一个人袂马虎，咱车凊彩用用的啦。尤其是咱高雄市，吼、哦，六合路面讲安那，路头拢是一个坑，一个坑，一个坑啊，安那，哎，这都是爱设计嘛，要挖坑，伊的坑边啊做统一处理嘛，啊、哦，给他做做了，然、哦、后电力公司做做了，好了后过来阿摩的迄个啥，大妈搞用了，后礼拜水利来过来，啊、哦，电料要过来电那个啥电信局过来啊，好急干嘛呢？我讲是安那无同意。无啦，无安尼做，我哪有趁钱？对不对？这就是查拉政府啦。哈、哦，你看因日本人这代志，你敢那补迄落坑哦？你唔是凊彩补补的呢？用了马上还佫安怎夯呢？用烧的吼，烧佫夯呢，夯过来佫补呢，佫补佫夯呢。迄落在新加坡嘛同款呢。所以印度啊，七成印度啊，非常坚固啦。咱这补起来无偌久，大雨水来啊，马上一个坑啊。坑坑洞洞啊，这就是流氓政府的心态，哦，非常悲哀哈、哦，非常悲哀。所以呢，咱即马因为到一课哈、哦，时间到，咱休困十分钟哈，再来第二课再来迄落哈。因为有的人是爱去变数哈，好，来休困十分钟。啊，各位同学，我们下课休息十分钟，啊，下课休息十分钟。